大家来说笑，欢迎节目主持人康康玉芬。夏天呢，吼，你安尼拉夏威夷的吧？夏天，耶耶耶，风风火火。哎，有这首歌对不对？夏燕。哦，这首歌叫夏燕。哦，是夏燕哦，夏天哦。你讲吼，你食物件吼，爱夏。夏燕。喂。来来，干小姐，干你好朋友，他们是台北县新店农会的所有叔叔阿姨、大哥大姐，欢迎。吃什么？问他们就对了。嗯、健康。来，接下来要问，哎、啊，接下来要介绍今天的评审团啦。来，第一位是我们的主任高建成先生。大家好，朋友。第二位是吕国松先生。大家好。第三位是徐宝珠女士。第四位是吴丽玉女士。各位。好，来，再来我们艺人朋友，第一位是台北的黄宝月。秀梅姐。因为普台普，唐红大哥，大家好，这张高雄的黄西平，志哥，哇，你看这个唐红大哥，大姐黄西平大哥，安尼两个搭档演出，哦，今天真的是非常难得可以邀请到，哎，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秀梅姐，谢谢，这都是大姐唐红就帅耶，我讨厌因但你工作人员工。我好像陈美凤。哦，我一个。我这个好笑哦。啊？最好笑的笑话今天。哎，阿丽丽，你正常了嘛？吼，正常。很健康了嘞。好嘞。所以我今天看的哈，很不习惯。为什么？因为自从他发生事情以来，我今天第一次看到他。还好啦，阿弥陀佛。有朋友，有朋友宝宝。对，真的怎么样的时候，我看话说亏。不过这样也好，你会收到通知单的、啊。这样也好啦，因为他头发越来越少了，干脆就把他理光头。这其实找个借口啦，三位都是我们秀场的老将啊，嗯、今天讲笑话一定很精彩啊！千万不要转台。来，左边，左边。坐电，伊目睭上啊，看人迄老伙仔，看有硬菜啊，啥物，伊看起安那，惊一个，迄个阿嬷搞落去。头一摆去人家吃饭，因阿妈搞落，看你会惊死的。哎呦，惊死啦！搞落去啊！伊紧讲，头家啊，头家啊，较紧的啦，较紧的啦！恁阿妈吼，已经踹去啊，踹起来，人头壳搞落去啊！伊讲，啊，到遐恁无啦，莫安尼啦，阮阿妈是信基督教咧祈祷啦。现在是你顶头那个头啊，伊出来更多就要看。观众朋友要表演的时间，好，开放这个舞台给我们的观众朋友，让我们欢迎新店市农会的陈品欣还有黄静子女士。没办呢，哈，笑脸来挑，我就扁了掉了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这东西艺术家。哦，今天要表演什么会？肚皮舞。肚皮舞哦。我先请教一下这位年轻的妹妹，几岁？今年贵庚？十八，太过分了。那这位一份青春，我63。哦，掌声鼓励一下。63要表演肚皮舞哦，还跟18岁的拼了哦。对啊，完全不逊色。绝对输他。不会不会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来欣赏他们的肚皮舞，掌声鼓励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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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家吼，应该爱甲阮教一下。我们男生也可以学肚皮舞嘛。对啊，你当兵较好才对啊。无啦，阮迄肚皮舞是画两蕊目睭啊，举一支棍的。我觉得还是玉芳来比较好。我。对，你现在我生完三个月，就是这样才。但是身材好美哦。现在没有肚皮，都被胸部挡住。不要胡说八道，你那个九月份要开演唱会的人要训练一下那个肢体动作，要柔软一点，要改 O 型，那简单一点的，后八字腰，后什么？后八字腰，这边屁股写一个八，你的侧左右两边是两个圈圈就对了，对对。哎，所以我们观众朋友如果在看电视，哎，也可以顺便运动一下。那个八哦，到最后那个八不是这样扭在一起吗？真的到最后就是扭在一起。可以吗？好简单，怎么在转啊？简单一点，来，想干啥啦？对。哎呀，要谢谢我们两位带来精彩的表演啊！谢谢。训练一下体力，还有训练一下自己的身形，真的哦，这很重要。每天回去练一下，应该很快就会瘦。哎呀，要适可而止的，你莫那八八八，干嘛讲什么要干八杠那种？对，要跟座位啊，你有看？对，来，第一位要跟我们讲笑话是我们的秀梅姐，欢迎秀梅姐。大家看哦，咱咧新店这朋友啊，他们在跳那肚皮舞，真的女人要学。我感觉因学起来，因阿公才幸福诶。当然幸福了。当然幸福。来，然后你秀梅姐来哈，要帮我们贡献一个笑话，先来掌声鼓励一下。那公道跟生囡仔有关吗？都产检，无啦，讲一个好朋友的女儿啦，查某囡仔嘛，啊，都因老母伫遐讲，讲你嘛去产检一下，啊，后个月要生啊，咪紧要看一下。啊，查某囡仔人头一体拢遮歹势嘛，拢唔敢去啊，啊，伫遐看到要进前迄天啊，好像还好啦，紧去啊，反正过超过十几天就要生，预产期到啊嘛，伊就去啊。一去的时阵，护士讲好，你先进去，我马上跟你进去哈，你先入去，我踮咪入去。结果一入去安尼，啊死啊，看到迄个机器，啊。藏好好，啊！这到底是要安怎？伊才唔敢，唔知是要逃啊，要买啊，唔知啊，唔敢问护士讲，怎么爬上去？要是哪一个是头，哪一个是尾啊？结果想想讲，啊，想者嘛知影，迄两个藏在遐，一定是手靠在顶头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不对？本来两个高高的东西嘛。咱正常是咪脚跨起去？对啊。对不对？啊，无啊，早因那人袂晓，也唔捌看到啊。伊讲啊，无手跨呀。啊，头只就规个屁的啦，较紧啦，往屁的就对啦。啊，电力也无，我甲跟爱的护士装者，你卖护士看者，哎呦，医生啊，你免入来生出来啊！连头壳嘛走出来，因为他那个刚好姿势人都并起这样子啊，他说应该是这样子嘛，用坐啊个用脚要跨上去，贴啊他跳。讲实在，想讲你不要恁女朋友。我是不是我是当作讲拍你啊，我接你啊，囡仔我走出阿先生，老朋友啊，你看我当遮好的朋友，迄阵咧做秀的时阵嘛，啊，迄阵有歌厅啊，恁较后壁拢无啊吼，阮迄阵歌厅吼啊，做完的时阵，那就是拢聚在饭店里面，啊是讲哦，即栋啊趁钱，迄头家拢会请阮食饭嘛，哦，拢会请阮去食饭，去因家嘛，哦啊，一摆去拢嘛，哇，歌厅的人你就知影，歌手拢十外个嘛，啊去到因家，啊先生只古锥伊就哎呀，伊对老遐人真客气，啊，迄个主，迄个歌厅的头家因一个阿嬷九十几岁，哦啊就想讲啊。叫在甘做因食饭安尼，我就出来，我细田阿妈你好吼，哦，我就大家坐落去安尼，细田伊目睭想啊，看人去楼下看有硬菜啊啥物，伊看去安尼，惊一个，迄个阿妈搞落去，头一摆去人家食饭，因阿妈搞落，我你会惊死的。哎呦，惊死啦！搞落去啊，伊紧讲头家啊，较紧的啊，较紧的啊，恁阿妈吼已经踹去啊，踹起来，人头家搞落去啊，伊讲。靠呀！恁无啦，莫安尼啦，阮阿妈是信基督教咧祈祷啦。喂，
你爸耶，哦，我吓死啊！大家乜惊死啊？伊来手里顶头，咱就知影。伊手来更多，多啊卡。伊不是我看到。对啦，手扛伊只，安尼就知啊。对啊，你来接，咱就知。啊，伊安尼扛伊只，安尼咱来知啊。你把酒退给啊。我就记得我叫他们送把我送到医院，我去奇美医院嘛，过来都唔知啦，过什么代志都唔知。后来我太太才跟我讲。你刚刚已经见过啊？有，就是说现在有认识了。对，对啊，讲得好恐怖。那我没有啊。那好像你也跟进没？这黄细田我早搞在。你啊，你都没跟进啊？化成灰我也知道。你等阿美化成灰，你等公安化成灰。姐来哦，很特别哦，要唱的是主曲，好唱歌好了哈，本来这节唱可以后回再搁讲好啊，但大概聊天聊天就把时间弄掉，好来，我们唱些主曲好了，谢谢大家，鼓励，掌声鼓励。大家较听个八个安尼哈，来看评审可以给我们几分？来，我们的评审请举牌，第一位我们的高建成先生，十分；许国忠先生，十分；许宝珠女士，十分；吴丽玉女士呢，十分。感谢秀梅姐，谢谢。好，再来就是我们的康宏大哥，欢迎康宏大哥。康哥好，你好，最近好吗？有走路。现在气色又看起来比上次来好了。是，说昏迷一个多月了。哎呦，惊死啦！哦，你看，大家拢惊。你打拢唔知对不？啊，头毛唔敢剃啊。昏迷一个多月，家己拢唔知。嘿，啊。是安怎会昏迷过啊？这我是头痛，头壳痛，头很痛，那我就。我可能想太老太累，冬天黑起就过年期，天冷，我想可能是血压高啊，那我就去医院量量血压，看看医生啊，结果一量还真的很高，170-180嘞，哎呦，也算蛮高的了，对，那我就休息一下，打个点滴，就后来就回去了，我回去想再休息，我得滚，我滚差不多10点钟有哦，痛到吼，头好像要炸掉一样。哎呦！啊，再过来，对，我就记得我叫他们送把我送到医院，我去奇美医院嘛。过来都唔知啦，过什么台阶都唔知。都中间过程那么有一个月时间都不知道。哎，后我太太才跟我听。你刚刚已经见过啊？有，就是说现在有认识了。对，对了，讲得好恐怖。那我没有啊。那好像你也跟进呗，这黄细田我早搞在，你啊你都没跟进，这化成灰我也知道，你等到等化成灰，你等光化成灰，真的平安就是。
自己。对。其实有时候我们看看别人，想想自己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身体健康很重要。所以说，麦提，其实就是一句 TK 啦，就 TK 啦。哎，我都是都是 TK 啦，这些我这个人一生啊都是啊，刚过都是 TK 啦。都不睡觉啦。对。还是要睡觉啦。对，来了麻将一打都一个礼拜不下桌的，你看。打一个礼拜哦，我超夸张的。我经常的，而且哎呦，现在不行，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啊，真的在歌厅就是这样子，他们哦是轮流的啦。那比如说他轮流，他的上班时间呐，来唱歌的时候就是来也上来唱歌啊，来歌厅啊。啊，唱歌耍就是拢伫遐，啊，暗时耍就是伫遐，一直接力的对。嘿，接力啊，日时啊，伊来唱歌啊，接力是玩音波，玩音波拍。我无时间困哦。音波拍。我有过一个月没有碰过床铺。真的。哎呦，太糟蹋身体了。啊，你刚美工拍就拍像阿妈呢。老困呢。不可能，老困，那天气都天气都几多安尼啦。啊，只爱适度的休息。对啦。来，赶紧康宏大哥来吼，要帮我们贡献一个笑话，先掌声鼓励一下。对，恭喜了，这样人呢都有第六感，都特别敏感。第六感，哎，我这个朋友就是这样子，他有这个未卜先知的功能啊。哎呦，哎，对，有一天呢，哎，我看到他，我说奇怪，你怎么头发都湿湿的？哎呦，那个，哦，头发湿湿，那我掉到河里去了，掉到水里去了。哦，所以头发湿湿的。哎，他洗完了，我说你掉到水里去。我过来代志，都逃多少来你家钱啊？啊，来这里进正进进进，来家进进啦，来家进进，那哪个代务的？代务告诉我，来家进进。哎，对，来这里之前，那你既然是这个之前掉到河里，那衣服怎么没有湿啊？哎，干的啊。啊，逃生早点。我就有预知，我一走过去一定会掉到那个河里，所以我把衣服先脱起来。哎呀，笑死！像我有一摆吼，去采访猫啊，波斯猫，啊门开开了，伊说先生，较细声，唔好惊到猫啊，我较细声。哎呦，啊就我来惊较紧，哎等等，慢慢来，唔好打到猫的尾啊。哎，我刚才要拍一拍两个镜头，你们要几波去啊？那就慢慢啊，安尼行去甲打掉安尼，啊只猫就往边窟啊，啊行到尾啊，去都有一个迄个，规一只较无同的，小可有掺乌的，啊真水真水，啊不过主要就是目睭脱汤。讲到这个夫妻恩爱，这一对夫妻还真的恩爱。哎呦，刚好旅游旺季，他们夫妻啊就报名参加旅行团，哎，出国去。现在的服务很好，有的时候你夫妻要怎么样，事先都可以跟旅行社讲嘛。他们要讲他们夫妻虽然结婚三十几年了，哎呦，可是他们还是要睡一张床。哎呦，哎，都事先讲好。可是到了国外了以后呢，哇！这饭店以后一办这个手续啊，他硬是没有这个一张床的，都是单人床，就是一个房间两张床。对，那个老婆的他这个太太就不高兴，我都讲好了啊，你怎么可以啊？哎，公公对不对？哇，阿婆还空座位啊？我一定要双人床啊！哎，一定要空座位啊！那空那分开，对不对？公公就是安尼。哦，啊，这大声细声了，啊，饭店的也知道不错了，就硬瞧。怎么瞧都瞧不出来，阿边喏，这么房间都是单人床啊。哎，后来他老婆说，哎，你们怎么不脑筋那么死呢？那既然你们房间是有两个单人床，阿内呢，那个单人床可不可以并在一起，并一张床？啊，对啊，也有道理啊，可以啊，中间用胶布把它连起，不用也可以啦，不用也可以，就想办法跟弄都可以啦。他是这样子的话，你们可以的话，我就可以了。嗯，哦，饭店说可以，哦，谢谢你这个。然后帮你把床并在一起。哎呀，对，旁边有一些饭店一楼很多人看，哦，这个夫妻不简单嘞，嘿，去找回还那么恩爱，不简单嘞。哎呦，你们还一定要睡在一起才睡得着，啊，你不知道的，我老公哦一睡着就在打呼，打到是很厉害啊，吓死人。我这样子睡一张床的话，我伸手就会把他打醒了。是啦，分开的话，啊，搁爬起来，搁爱爬起来，甲巴你呢？对。
啊，他困做伙啊，爱个裹，爱个裹得紧。啊，你给他紧啊！对啊。有当下吼，你也困到顶啊吼，啊也无裹，你等得困袂去。你有啊看电视，看到困，啊要困呢，今仔人甲电视改关起来，你啊关起来。你习惯。有啊有啊有啊，有啊，我想我你去采访啊。啊，有时啊，伫遐铁路边遐嘛呢，迄有滚啊紧哦，拢无困，迄几工拢无困，因为迄台火车拄好发生代志有无？嘿，哦，迄有滚啊工啊，滚啊工，火车无正常，伊拢未困的。啊，本来是。啊，伊无火，听到火车声未困的。来，这些瞎掰啥？瞎掰啦。其实讲到啊，这个讲到火，今天看了黄一莲啊，就想到以前。最近咱看。对对对。这个节目不简单的。我跟你讲啊，有很多事情啊，嗯，也不要妄谈，其实。刚出道，阿 C 也是唱歌啊，一路唱歌，歌王，南北歌王。对，南北歌王这个南是他了，嗯，黄西田了，北是叶启田。哦，能哭惨了，对不对？阿布尔因为有歌厅，就是有歌厅，那那时候我们唱国语歌嘛，我还唱歌，啊，跟他有这个缘分碰在一起，我们就一起来就。还蛮受大家的肯定，哎，大家很喜欢。就想讲到康红，就会想到黄西田。对对对，啊，那个时候叫他扮女的，有趋势在变嘛，叫他扮女生啊，爱扮女生，打死他他不扮的，伊都不爱，显然不爱，啊，伊都不爱，然后做女生要怪怪，其实身体的话骨最话好的，你管不呀？压谁寂寞不？嗯，吼，欲罢不能。好多人以为她还是女生的，还有人想娶她呢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因为哈，较早拢是安尼嘛，因为咱那多唱歌也好，来阵唱歌时阵都算是较有啦，讲真，迄阵啊真红啦嘛，啊人拢嘛有形象嘛，吼，人拢会追求形象。啊，我就是好啊唱歌，啊有一个形象，无爱去变遐有诶无诶安尼啦。哦。啊，都会这样子。自己的心理障碍。心理障碍。啊，所以迄阵啊讲叫我讲装查某，还是讲演唱歌啥，我就不要，我就不爱。我感觉爱有形象，迄是迄阵啊。啊，但是尾啊吼，尾啊台上吼，啊看人演趣味吼，啊讲真实啦，为着生活，人拢是为着生活，尤其是咱台湾。你就要安尼才有法当趁食，你嘛唱我唱啊足好呀，为什么你今麦来主持？就是因为咱拢为了趁食，啊佫看到啊佫哎啊感觉真趣味，啊演一摆啊，哎我硬要叫我演啊，我都看都无爱啊，啊你袂会这样？啊袂啊，嘛是装落去啊，装了哎感觉真趣味，啊就一直演。我来装古锥啦。其实话讲回来，那个主持他也不主持啊，叫他主持也是好像要他命的。会这样？这我疑啊，你看看没有那个时候主持呢，现在还得金钟奖。对，环境不一样。就是你们先帮我们打好江山了。对啊。对啊，我们现在的模那个主持都嘛跟你们学，真的啊。对。现在康康还常常做功课，看你们以前的袋子。我会讲什么黄色笑话，讲什么不都是跟你们学的，真的啊，你本身的底子就是。真的，像我们现在如果访问一个歌星或者一个艺人吼，伫个台顶啊，啊访问了吼，啊都因老爸老母伫个听，啊听了吼，啊你讲到啊，恁老母安怎吼，一定安怎甲你生只变安尼呐？老爸老母爬起来呢，哇，他们黄西田啊，无恁两个是咧创啥话？咧讲我拍话是讲啥话啊？其实。西餐厅现在较开放了，现在的大家观念不一样。现在你也讲，我爸爸、我妈妈因啊来很多嘛，是笑个。其实像你现在你一个人的演唱会，比如说一场两个小时，那你其中有选个二十几首歌在唱，对，其他你要掰啊，掰快乐一些，讲一些笑话给大家分享，对不对？是的，一场下来二十几首歌差不多了，已经了，对不对？对对，这个整个的节目看起来比较很热嘛，比较热闹，对对，好厉害，帮我那个宣传，我有演唱，真不愧我们康家班，那个班的有助理，来来来来来，阿玲，你来唱歌啦，好不？好啊，唱歌，几首歌来，台语歌我唔捌唱过，哎呦，啊，条条听，好歌，叫做好歌，经典好歌，怀念的播音员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在空中相会，因为你温柔甜蜜的
声音可爱，伊予我灵不足，为你来世的迷途，所以别叫我怎样来表示。爱念你，只有是我爱念你，只有是我爱念你。我唱一拍，因为这首歌呢，为头唱到尾，哦，足长的，足长的，哎，第三拍的，啊，两拍就足长的，哎，所以说你感觉气，感觉两拍哦，足长，都不错。哎，我看评审可以给我们几拍。来，我们评审请举牌，举牌呀，第一位我们的高建成先生，十分，许国松先生。谢谢。哇，你，哎，你安尼好，你安尼好，你，大家拢可怜你同情你，你嘛拢，感觉高温啥意思？你安尼人做歹拼，你啊，你安尼安尼，我知影，我后日准备同情三分啊。在你也袂去。多少人？多少持续？多少持续力啊？哦，好，那我们就欢迎黄西田大哥。欢迎。同情一下。哇，稀客稀客，永远的小朋友。我今天看后后边的电视台，佮我重播较早。哦，很可爱，好笑，而且没什么变的，你们。那个菜头好。菜头，菜头，哎，菜头。他比你矮，我们看他都是站在你旁边，比你矮半个头。要进来，你管他不录音啊？管他。公今天万一刚看看有台一个节目，我才知道你女儿长得很漂亮哎。哎呀，一粒巴囝尔啦，伊嘛是。你们刚一粒巴囝，看起来很高挑呢，比例好哎，真管嘞。穿较管，较穿。啊，查甫哦，伊较生活，因为伊咧即卖要读高三嘛。高二要高三，人啊看到我拢讲，哎，你做成恁爸爸，因为伊177公分。来来来，赶紧黄西田大哥难得来到我们节目啦，来帮我们贡献一个笑话，先掌声鼓励一下。哇，你笑话我，你也知影我就想不要讲笑话的人啊。什么不要讲？你做够讲的啊。太有嘞，讲的我拢啊讲了清清菜菜啊，大家要笑笑唔笑算了。来，我无啦，讲一个较短啦，讲一个较短，我来讲一个。一个迄落人，即人讲话听啦，讲有三个吼死刑犯啦，好，透早，拢迄人要清查，拢是透早嘛，透五点、四五点啊，天要光的时阵，才去清查，砰，哎呦，好安尼啊，安尼啊，啊但是总爱食了最后一顿，有无？一顿拢爱食足好个啊。最后的晚餐。也要求要食啥拢？嘿，啊，即摆就问伊咧讲，第一个要清查即个，你要食啥？三个，你要食啥？你要食啥？你要食啥？我拢应付你。唔免啦，我上爱食，我就是，因为阮家哦，就是阮家就是饲鸡场的啦，较早拢饲鸡场，啊，你食鸡水关系啊，你只要讲哦，啊，一支鸡水互我劈落去，我死都甘愿啦，安尼啊，哎，啊，真个简单啦，啊，就传来，吼，鸡腿啊特别安尼哦，啊，就去迄个店的去买，赶紧买落来，啊，都烧烧烧，啥素都素噶，素噶迄度，好啊，甘愿啦，啊，即摆了食了换第二个，啊，即摆第二个来，即换你，啊，你这第二个，你爱食啥，注意讲。我想，因为我是客家人，客人你知道客人上爱食的就是迄个蹄扒，蹄扒有无？腿口迄规只规地遐啊，哦，遐切，伊讲卖，你来规地我客，我才有迄个感觉安尼啊，规个蹄扒杀了安尼，杀了就开始客啊，客啊就咪等到拢食了。
吃了，伊讲安尼我甘愿啊，甘愿，我死都甘愿啊，是是是，好啊，即下来换第三个，啊第三即个因为哦，伊个关节已经拢戆去啊，规个拢戆戆啊，哎呀，伊讲，啊你你爱食啥？我什么都不爱吃，我干那爱吃迄落那个冬瓜啊，伊个土海人嘛，啊就拢。拢每一年拢一定爱食着迄条土螺，哦，鲑鱼，哦，土螺，哦，土螺，伊讲是土螺，哎，土螺，就好食，嘿，一口，入口即化，一滴，啊，你互我偏者了，你袂水化掉就袂要紧，来就对啊，你紧甲甲传一袋就好啊，你啊，我吃，哎，讲我惨啊，啊今年哦，伊个，迄土螺今年都已经过时去啊，已经唔是季节啦，不是季节了，无季节啊，即马你食重了，加土螺你莫食着好啊，无，就我一定爱食土螺。一定爱吐了，啊！不过只爱等嘞，爱个等啊！不紧，不紧，我等。什么意思？我等个吃就吐了，我就要等个吃就吐了，我死都不要紧。我有时间让你等嘞，今晚都爱处理掉啊。你讲你要等，你讲要等，安尼啦。啊，这招嘛袂歹了。嘿啊，啊就到尾嘛是透早炒出去，食不着，食不着，甲舔一下讲，啊，都安谈的。明仔就要断，就要断死啊！我拢透早，你透早嘛？明仔透早要断死，啊有啥物愿望？伊讲要穿，讲给我一领防弹衣啦。我今仔日穿起来讲，可以，大家拢个大头。工商桥，工商桥，嘿，无可能有这种代志。来来，跟咱过来讲一下。你搁讲啊？嘿啦，哦，你讲了真好个，我请教来卖用。来来，是啊，咱讲者，讲这样拢是安尼自然就好啊啦。嗯。因为你讲讲足少个吼，大家笑甲，阮捌伫个，你门口讲，阮捌伫个吼，即歌厅啊，迄个拄放尾尾去动，啊一老伙仔笑甲吼，啊种很伤伊病，乌烟来啦。这位啊。真是了，我也穿起啊，必须动作。啊，你唔好讲笑好笑啊！啊就台顶落讲做好笑的啊！啊，一个老伙仔笑个，啊是上。其实上个好笑就是讲，恁家己咧笑场，恁感觉演。对，我咧笑场。应该家己笑场。啊，无法度阁继续演。有哦，有啊，刚伊就好啊，伊做破官，破官拢破官，唔着拢可能伫咧台顶啊穿个破官，唔着红个、乌个、白个，迄无？啊，尾又讲破官。大家拢静静，啊，过一段，啊，迄弹落去无？迄一支迄落弹落去安尼，啊，伊也袂晓讲台，伊台落讲袂好势啊。破骨伊讲，伊照迄个词讲，破绝，判绝，安尼啊，判绝啊，系判绝，判绝，安尼啊，阮大家跪伫啊，还袂落去啊，哎，我来，我来。我来讲一个迄落较简单的啦，简单就好。迄落吼有一间药房啦，啊有药房，迄间药房吼，哦，伊药啊足出名，算作迄间药房伫都伫个医馆的边啊吼。唔知这快什么，我袂记得啦吼。迄间啊，伊个算作伊爱开的药啊拢足好个。啊有一个阿伯啊，有一个阿伯啊吼，伊咧因为伊个算作气病，啊气病伊个唔敢话去医生看，啊拢去甲迄间买，啊但是有一天伊去买的时阵，伊讲我买。伊讲别啊！你迄个店员，迄个欧巴桑来就讲，啊别，你买啥？就我气病吼，医生有检查过气病，啊你要食啥物药啊较好？哦，来，啊就开一罐呢，开一罐的药水安尼，只细罐啊。伊讲这罐等于哦，你也食一个月。哎呦，哈？啊，一罐啊，囝尔，食一个月啊，这罐这够有效？伊讲有啦，你就摕转去食，加减食看卖啦。我唔相信，无你安尼吼，你开只证明给我，讲这食会好安尼。哎，这是要安怎证明？要叫我多同我讲。这个开证明哦。不是讲开证明啦，你要安怎保证啊？哦。因为我甲你保证啦，迄真济人哦，拢是啊，这罐退断了，就无来第二摆啊啦。所以一定证明啊，无管第二摆就是好啊啦。真是啦，想知影是倒一款会好啊。无，这无过来就是巧言。来啊！西田大哥主持这节目，你迄其实足忝的，全省安尼走透透。啊，搞啥物好笑？话经好笑的是无啥好笑啦，捌撞到有当时啊吼，你若撞到咱的受访者，像是讲咱这个咱农会拢定定拢会去
拢会去支援支援咱这节目，吼、嗯，啊去采访，这大家拢互家己安排较足好诶，吼、嗯，安尼啊去农会啊，大家拢对咱足好安尼，规内底安尼吼，要签名啊，要啥拢有啦，我迄阵拢有，啊，拢若去到农会，就拢足好安尼、嗯，啊，有人个私人诶，迄就无一定啊，像我有一摆吼，去采访猫啊，波斯猫一样，哦，猫啊，迄就无报啊。俄国来的波斯猫，人家大部分请个哎，真正的猫啊，金丝猫，你是金丝猫啊？真正的猫，波斯猫，波斯猫有无？啊，做水，迄两饲了要二十只，哦，后白啦，后迄个彩色啊，足水个，波斯猫足水个，对啦。安尼，伊就拜托阮去采访安尼，啊，阮就规帮人六七个啊，拢去啊，摄影师啊，啥助理拢去，啊，门开开了，伊说，先生，较细声。唔好惊到鸟啊！我较细声，伊鸟佫嘿鸟吼，伊拢有拢放伫个外口安尼行啦，啊，啊入去佫内底佫有佫后有啥放晒啥佫拢无切安尼吼，啊较细滴哦，你唔要安尼，我来惊较紧，哎，等等，慢慢来，唔好打到鸟的尾啊！哎，我今日要拍两个镜头，你咪要规波伊啊！啊，就慢慢安尼惊去佮打到安尼，啊只鸟就恶别哭啊，恶别哭，啊惊佮莫佮打到。啊，结果吼，到尾后我咱行到尾啊，去都有一个迄个规一只较无同的，小可有掺乌的，啊真水。真水，啊！不过主要就是目睭脱汤，去食嘛。你要目睭在脱汤？脱汤啊！我问哎，啊这只鸟，我导演讲哎，啊这只鸟一只较特别，一只特别，目睭脱汤，特写一下呢。我就为只边个扫起来，安尼个特写，安尼个特写。我那啲好门子拢是好门子个。伊饲鸟啊，是安怎饲了会成功，饲了是安怎会水，啊伊对环境卫生是安怎去清，吼，比如讲，吼，比如讲，伊拢用迄个细粒迄刷啊，吼，伊讲白刷，啊白刷，然后有放迄鸟仔屎啊，啥物，啊伊要安怎清，嗯，哦安尼清，啊伊讲，你清会使，但是你袂去看到屎，就是拢卖一方面，卖去拍掉啊，对不对？哦，阮就只头壳足疼，啊卖一方面，啊甲侬介绍好个，阮无法当拍嘛，啊拄拍到迄只看到迄只。无遐，就即只甲吐血一个，目睭拖汤去食吼。甲吐血一个，互人感觉讲，哎，这鸟足古锥啊！啊，目睭去拖汤去就用。实在是你看你伊嘛，啊，看袂你看别位安尼对。啊，就甲吐血安尼。啊，伊头家娘看到讲，哎，你从来从啊，安尼啊。我讲，无，迄只鸟吼，甲伊特别介绍者，好不坏，安尼破坏到迄鸟的形象。啊，你讲无，好你拍，恁找。啊，来，我等讲讲看者，啊，慢慢拖者过去。我永远都记得，好奇怪的逻辑哦！真的哦，真的我们觉得他很可爱，鱼拖汤就够醉，不行，破坏形象啊！那边鸟也破坏形象，真的是这样。你八块钱，你看嘞，目睭拖汤不麻将不？目睭拖汤，我看过，你看过哈？我真的是真的，他打麻将是这里摆一二，这里摆三。你老公就是偷看别人的。不是，一家啃金两，一家来啃三，安尼。实验的时候最怕他拖汤坐你隔壁，因为他把你的菜都吃完了。那叫斜眼。啊！我讲你有一拍迄条鱼啊！啊！伊唔是拖汤，伊是近视。可怜，你敢都看会出来？啊，近视啊！你挂目镜啦。所以我讲，你买做几目镜好看呢？伊讲伊啊无啊多啦，这个是真的啊啊把。伊啊伊不一样。假的嘛你。近视。伊不一样嘛。谢谢大哥要常常上我们节目啊，让我们分享一些很有趣的事情。来鼓励鼓励。啊，今仔来嘛，喜欢你唱歌，好不？哎，这个也是很少见的哈，很少听到的歌曲。这嘛是唱歌，这个较早我老歌啦，老歌啦，这唱的袂菜鸡啊，来，掌声，袂菜鸡啊。使人怀念的黄西仁经典老歌《袂菜鸡》啊，等一下就要原音重现咯，观众朋友啊，千万唔通转台哦。这嘛是唱歌，这个较早我老歌啦，老歌啦，这唱的袂菜鸡啊，来，掌声，袂菜鸡啊。袂菜鸡啊咯，我透早出门做生理，
不管生风是冷气机，我打着青菜香菜市啊，伊离去。为着要赶早市，唔通踮遮过延迟。啊，紧来走啊，紧来去，我目一个呢，搁看一个见，已经行到菜市啊边。嘿，迄个真佳哉，隔壁拢也袂人来拜，我着紧来开市嘛才应该。看菜哪里嘿对一掌啊来哟、哦、啊你是今仔日第一个人客，应该着牺牲大减价，我的菜色是真多，并有真有无问题。你要芹菜、高丽菜、花灵啊菜，也是花啊菜、冬芋菜、迄落卷心白菜、韭菜、花啊菜。落食着的补血的红方菜，人讲冬瓜清凉的开胃，金瓜好食是会助胃，苦瓜辛苦你喝甜，迄菜瓜啊食着会刷嘴，小食爱食是烟水，这是初恋的气味，包恁爱情的顺序。讲甲的海强要流落去，小食一时心花开，啊香香才开嘴。问我葱头一斤是偌济钱，剩的伊拢无爱滴，予我听着强要昏落去。讲甲天花甲乱堆，啊只有趁你一箍两角钱，想着真口气。为着三顿不得已，较苦嘛着啊忍耐度是伊。好，谢谢。感谢。好听呢，而且佫足有意思的呢。啊，对了。有甚物？哎呀。但是我看王大哥讲要唱这条歌，一定要把歌词拢背起来。你看我，我都做表情动作。啊对对。哦。开口结束。开开开啊！开始叩头。哦，很强的。有啦，我像你遐粗鲁。本来人家无像你安尼。来来来，来看一下西田大哥的分数，评审请举牌。好，来来，第一位我们的高建成先生。罗总先生，十分。于宝珠女士，十分。吴丽玉女士呢？我们来公布一下总成绩啦。好，看一下今天的分数，一号选手黄秀美小姐39分，二号选手康宏大哥39分，三号选手黄希田大哥40分。所以今天的冠军是我们黄希田大哥。现在我们邀请高建成先生为我们颁发冠军锦旗。好。嗯，感谢。花开富贵红玉髓项链，可以让你将来富贵，好运上升，平平安安一整年哦。我们要谢谢三位非常优秀的艺人朋友，同时要谢谢沿线的观众朋友，有的评审委员。平常北极拜个拜个样了，向我去表，大家来助笑，到底来助笑。